这位是著名大帅哥徐凯，这位是著名的大美女景甜。一见到面，他说：“凯哥今天好帅。”我说：“挺好，身材好，又瘦又帅，身材好，今天特别美，尤其这身衣服，本来就是很帅了。”天选美女，身材真好，你好美，你好帅，嗨，特别帅，真的，我这两天看到你的那个视频剪辑，老帅了。你吧，你才老美呢。你加上凯哥这么帅，也很想跟他合作。我也是一开始是因为田老师多美，也想跟他合作。多可爱，多美啊！美，气质绝佳。我只有外在美吗？啊，内在当然都包含了呀。刚才那些特质里面最让你心动的一个点是什么？美，气质绝佳。你啊，都不能换个词吗？我都换了好多词。特别被吸引，还是美。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你心中的崔琳。美的不可方物。比我好看，比我好看。哎，你看帅不帅？又松弛，然后又特别的将军的那个酷劲儿，然后智勇，然后有谋略，然后还特别的可爱，主要是，这些话同样也是要对你说的。咱俩只能互夸。没有。那我说的是真心话，你说的是假话吗？我说是真心话，你是在捧杀我。我说真心话。我才没有呢，我像是在捧杀你吗？像。怎么夸自己？简直帅爆了！就是格局很大的一种帅，不是那种小帅，不是那种小帅，是也不是只看五官，就是觉得我以后想生一个儿子，然后啊挺帅的，然后带着我儿子出去，我要好霹雳啊！就觉得考虑到我儿子的以后这个帅气的程度，我是觉得还是要找一个他爹的这个五官还是要稍微好一点。